你理想中的家是什么样子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要住在哪边，或者是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当我这样问大家的时候啊，你可能脑海里面就会冒出一些画面。所以首先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体验这件事情。你如果内心有一个理想中的生活，你也要去体验一下。我大概走过了500-600户的各种家庭，跟体验或参观他们的生活。大概我看到有50-60成的家庭都多多少少受到杂物的困扰，所以我才觉得说，你要呈现你的家之前，让简单成为你空间的主轴。好，先给大家看几个比较不简单的家。大部分杂物过多的住家，他们都有三大共通点。哪三大？第一个，一进去空气就觉得不好；第二个，动线不顺畅。有的比较夸张的是，你必须用跳的才能从玄关跳到客厅，因为基本上没有路了啦齁。那第三个是没有留白区，没有任何的留白区。如果我们有一个理想的生活要去追求，先做到四个基本的自我要求。第一个是勇于体验，你要去学着去跳坑。跳坑之前啊，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哦。我不是叫大家说不顾一切的就直接抛下原来的一切，然后就去体验，那不是叫做体验，那叫做牺牲。OK， 你要的是去试试水温，然后呢，勤于观察，就是当你在这个体验的过程，你会观察到自己对整个那种生活模式的感受或反应。当我们有一个价值观被动摇了，我的信仰信念可能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，就是要保持弹性。其实还有更多更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创造。那上面这三个 做下来之后啊，我们等于拿掉了我们的有色眼镜，也拿掉了我们的 blinder。 什么是 blinder 大家知道吗？那个马在往前走的时候，它两边会有那个遮片，那个遮片会让我们看不到左右。很多人真的很多人，他不但戴有色眼镜，他也戴着 blinder。你可以好好的关照着你周遭的环境，关照着人事物，关照着自己。其实自己的那颗心是很重要的。那我是李黛琳，从家开始，呈现你的生活，实践你的人生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